妈，你让伊试一下啦。无啊，我来讲吼，我要开餐厅，餐厅这个度。这样出去，我们可以告诉人家说，哎，我们懂原贝那边的料理啦。手肘卡在右大腿的外侧，双手合十。你错边的啦。对，错脚了，错脚了。我不是害怕下水，我是害怕跌倒，然后其他人全部一起翻过去。我是完全没有平衡感的人。对着 GoPro 喝奶，很好玩哦。感觉我们泡的好像很好喝耶，他喝得很快，很有成就感，好喝哦。就这种感觉，就是我好像被需要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先分配那个吧，采买吧。我跟美秀姐去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去考察。所以我们先把我们需要这四天四菜的东西全部买。好像很困难，因为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哥他们要做什么。秀嗨嗨，秀了。如果现在中暑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营业。我们身体不好就没办法营业，对，我们不能营业，客人就会不开心。我可能会热衰竭。当地有没有除草机哈？就那种。我们刚刚除完草，哇，有点头晕。哇，太热。那拔那个草 ，yes。你有发现这里有什么不一样吗？你说有什么不一样？对啊，很漂亮啦。对啊，很平嘛，对对对。今天要喝个水。你硬逼秋兵哥挤出一句真的一句好话。有了有了有了，有没有？赶快来吃啊！哇，什么小管面线啊？真的有小管面线哎！小管面线，对，走，他们会跟，很好笑。哇，就想要把它当成 F1 就对了啦！喂，你好，李方威先生吗？是谢荣威先生吗？我这边是原贝露营区。你是谁啊？名字也不对，答错了。怎么可能？你明天几点班机？1点多的飞机。祝你们这两天开心。他是不是很喜欢去卖场？那你讲起来好可爱。记得上班不要迟到。这不应该是开菜单，因为我们不会让他们有选择。耍废岛开张了！耶！现在你在炒的是志玲哥后来要做的。啊，我们又不是大厨，大厨去爬山了。欢迎光临。很可爱，超可爱的。你们要不要吃面线？羊肉面线。啊，这个应该晚上再吃吧。好啊，那要不要封起来？对啊。保鲜膜有吗？这个封起来了，这个现在吃没有。可是我蛮想吃一块的。可以啊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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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好像在这边也蛮自在的。吓到了，吓到了，没事。他们突然不自在了。没事呢，你看有东西吃。突然不自在。没事。这里。哇。天气那么热，这个很适合吃哎，这个。哎，不知道如果把那个羊放在上面，我们拖它会怎么样哦？很好哎，他们会跳下来吧？哦，如果他们怕的话啦，如果不怕，当然就可能就被我们拉着走，试试看嘛，要不要？我们试试看，感觉蛮酷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新哥，你这样拿着它上去，然后就可以拖着你们两个走走看。你先吃这个，哎，那个是。好，我们先试试看一个新技能。这是你的，这是草，用草。当然。这个很简单，对不对？这个跟这个简单，但是这个它有一个特殊的、特殊的一个啊，他阿嬷弄了一个调味料哦，对，你知道，所以它那个跟一般的我们在台湾吃的那种卤肉又不一样。
刚才看我关的时候放风。谁真的懂了什么叫做把握时间？哎呀，听了。去挂物件，转来敢那袂输要破肚，你知道？哎，阿妈来啊！阿妈来啊！阿妈来，你说你哦。是，谁来拄着阿妈？是因为阿妈嘛是值日班的，因为一天只有两班。好，你看头前。阿妈，你今嘛在倒位？所以我们原来的计划也破了，我们还是一样乖乖的会回去。我们本来想说，没有的话那就，哦，再说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回去的时候，我们要跟他们说我们到了，要请他们来帮我们，东西太多了。码头，我到，可是我在整理东西啊。码头见。叫人家来接啊。哦，哎，车子推出来，去接他们，他们有推车，超多东西的。有有有，他们过去，有人过去了，有人过去了。你真的好适合演车夫哦！来，什么东西都放上来吧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停，停，停，就这里。啊，好，披萨嘞？披萨，披萨，小朋友哎呀，什么？披萨，小朋友哎，那个老师还没有被我们打晕。哎呀，走，所以不能拿。走，被我们打晕之后。回头，回头，你们走。你要去哪里？然后还没有东西了吗？没了。好，没了。走吧。我刚刚整理吧台，整理到一半。然后呢？对，哎，这样。然后呢？我觉得要先决定我们的料种类，还有菜色啊，什么今天卖什么菜。我们没有买到你的那个仙人掌哦，因为我们真的时间很赶，没有仙人掌，但是我们有前置那些七喜，对，可以。八嘎，先调个酒。我先调个酒，那就是七喜跟八嘎，配在一起，那冰块。对啊。对，想到那个，我想到那个芹菜。刚刚去看已经没有芹菜了。可是我刚刚看冰箱，其实蛮多食材。对啊，应该还有吧。我们晚上先把所有的食材拿过来，都用掉。对对对，等一下就可以煮煮看。我们的大厨，大厨，大厨，没有帮你买一点东西，让你晚上试菜。哇，赞！试菜就一汤啊。睡，这么热要喝汤。还有你的蛋饼哦。蛋饼一定要。去到那边就蛋饼，蛋饼，我的蛋饼，很多吗？很多，多，要帮忙吗？要哦，要好，哎，没问题，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是，这要对你们来讲小 case， 哎，那个嘞，他们，我不知道哎，因为我们都不同路啊，心也不见了，他们说不同路，他们说要什么去导览啊。等一下有空，我带你们到我们的校园走一走。哦，好啊。校园，我们的操场啊。操场不是这块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以前我们这边这一块是后来挖那个山来这边的、啊，有没有？把它挖掉，本来山是很漂亮的。这还有一个操场，真的。我们的操场是从这边跑上去，然后跑下来绕一圈，这个是我们的操场。哦，哦，哎，以前我们的校长叫孙万奇，对不对？然后就逼，然后开始跑。平常的话大概六七十个人，六七十个人。啊，以前没有疫情的话，大概夏天会有大概90几个，将近100个。
夏天会回来度假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蓬蓬滩。哦，蓬蓬滩，那是蓬蓬滩，那个文台风一夜之间形成的，很酷。一夜之间哦。是哦，那边以前石斑鱼最多了。那边哦。对，那个戴帽嘛哈，是不是？对。台风才形成的。对，好酷哦。太妙。一夜之间，太妙了。啊，那个是。他们也住上面。那个是。那是鸟语。哦，鸟语。对。那个就是鸟语哦。对，那是鸟语。鸟语漂亮。哇，真的。赞了。绕看哪一圈还不错，每天练脚力，早上睡醒跑一圈，走一圈，对，然后再走一圈，对，您活到99岁。现在多的在露营区，我觉得经过客人如果上来会想喝杯咖啡看夕阳，我觉得在这边被对啊，来这边看夕阳就很赞哎，超棒的，哇，这个太漂亮了啦！哎，小心哦。好，要帮你拍危险一点的感觉吗？感觉上好像在悬崖，小心啊，小心小心。帅呆了，后山真是漂亮，很漂亮，真的很漂亮，而且哇，每一个角度你拍起来真的很漂亮。好漂亮！你看他们像不像山贼啊？对啊，真的真的很像，很像，还穿黑的，你看，像极了山贼。真的很感动，就是现在的环境里面，其实越来越奢侈。对我们来说，时间它就像金钱一样，它过得非常快。愿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好好停下脚步，去欣赏夕阳也好。这边以前是校地啊，我是这个国小毕业的啊。我知道。哦，对啊，我还是第一名毕业的嘞。真的。我们那一届只有一个人吗？没有，9个。9个啊、哦？那时候6个班呢、啊。哇，那时候蛮多人的。就一个年级一班嘛。对啊，刚好6年级一个年级一班嘛。对啊，对啊。国中我们12岁就要离家啊，含着眼泪，噙着眼泪远走求学去啊。12岁、啊。每一个人都一样，12岁就要离家。因为要去读书嘛。要去读书，对。所以12岁之后就到本岛。对。一直读到大学毕业。读到对啊，就是像我们就是退休了再回来。看的时候很开心，然后一直拍一直拍。那边有一个文房四宝，就是石笔跟石砚。那我觉得那个石砚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躺着的那个，它叫什么名字了？黄色的熊啊，很爱吃蜂蜜的那个维尼小熊。我觉得它很像维尼小熊躺在那里，它是这样子。然后我从这边拍照，我觉得很像维尼小熊啊，怎么会是石砚？这边会有蛇吗？这个是什么？这边蛇很少，蛇很少。这个、不是仙人掌了，这个叫球麻。这边是一个那个、啊、一个防空洞，就是一个战壕啊。哦，真的哦。对啊，现在看到的那个有没有？那个都是战壕啊。以前有军人在岛上吗？有啊有啊。之前有。以前早期是警备总部啊，驻警。这岛太棒了，超漂亮。哇，那个风景也太漂亮了吧！你又可以看到夕阳。云雀啊，你自己找，好像在哪里？都在哪里？云雀，云雀吗？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对对对，哦，看到了，他是，你是说他是这边的什么？澎湖县的县鸟、啊。哦，澎湖县的县鸟。对，县、哦、花是天人菊嘛，嗯，然后这个就是县鸟，因为叫菊岛，这个保育类的，好酷哦。爸爸，天黑了。哎、欸，下次再带你们女朋友、老婆慢慢来，慢慢走。就慢慢走。啊，走到半夜，刚刚有跟回家倒没关系，很安全的。对。我很想在晚上的时候带手电筒去拍夜景，我觉得是很棒的一个、最好的一个吸引点，我觉得。
那你看看我们美丽的营区。快了，这边，开饭了。来了。来了。啊，还有饭。饭，一定要的。对。这个短外，我你也动不了。对，我那个空吧，一定要。好，那就开动喽。好。哇，切超。切超哦。切超，哇。那一锅太厉害了，那一锅真的很好吃，那一道我真的觉得是蛮猛，但看起来蛮搞刚的，好吃哦，很好吃，对，九菇卤肉，那卤肉啊，卤肉很厉害，那他那个卤肉其实很好吃。我就是一直吃那个肉啊，那么炖，好吃哦。会不会有一道是客人说冰箱有什么煮什么的菜？那叫什么？随便吃哦，随便菜，随便吃，随便吃，随便吃。哎，如果我们有一个叫随便吃，对对对，就是可以，这棒，我觉得还蛮特别的啊，因为大家看的时候随便吃，这到底是什么菜？嗯，对，有道理。冰箱有什么就煮什么给你，对对对，主厨决定，好不好？这个鱼是什么鱼啊？这个鲈鱼。有鲈鱼哦，干煎鲈鱼。他就把它弄成一块一块，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要煮汤，也可以煮汤。然后也可以干煎，很好吃，对不对？吃起来像土豆鱼，但澎湖土豆鱼很好吃。对，可是现在不是罗的底啊。对，你们说这是什么螺啊？猪螺。猪螺，哪一个猪啊？侏罗纪公园的猪螺。哦，是哦。是他们的猪螺，是他们的。开玩笑的。我说草间大就捡到了。因为我看昨天看到妈妈就是在那边挖。那边吗？我们去那个这里的时候。嗯。他们在捡吗？对。对。这道不错哦，这是我早上不下午学的哦。这是他做的还是你做的？这个是猪螺，对，然后再皮蛋，对皮蛋，然后皮蛋豆腐这样子。对，猪螺要炒吗？要。要炒。有炒吗？啊，我想一下。炒。哎，问到我了，因为我去的时候已经预备好了。哦，那是应该是腌过的。腌过的。哦，是做好的。那是腌的，这好吃。我讲一下，应该是煮熟而已啦。但它没有腌呐，它没有腌呐。哦，它剪恰恰就碎耶。不用一样 size 的，就把它砍开的哦。这边有空盘子啊。我从火山回来的。好了。哎，跳起来了，电锅跳起来了，在手忙脚乱的。你哦？不是我们。你说他？没有，我们大家。我们不会手忙脚乱，还好啦，不用担心。因为现在你在炒的是。我是志玲哥后来要做的。这个。对啊。是吗？青菜。没有啊，还是志玲哥啦。还是我们今天只是，我们只是代班的。可是我怎么有看到蜂蜜的感觉？啊，有了，这边都是糖，有黑糖，连面粉都有哎。去干妈店看看有没有卖。哎，对，我还没去看过干妈店，我去干妈店找一下灵感好了，你要有钱。找灵感要花钱哦、喔。不是，我去看下面，你先，老板，你跟我一起去啊。赶快买完东西就要赶快回来哦、喔，我怕他们回来，我们会来不及。阿康，美秀姐说买什么？
如果有那个花生，你帮我买一瓶花生，好，好不好？炒小鱼干吗？对对对对。好，我的钱，我要去拿钱。花生啊，刚好没糖，果糖，哎，果糖，果糖，果糖无，啊，无果糖啊。哎呦，拖刀，贵点未吗？系啊，来，要菜啦，要菜。这个，哎嘿，这种，这种，这种。这多少钱？里面，这个价，嗯，对对对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好，一个团体其实这样子也是一种默契，还蛮好的。他们俩真的把我放在这边煮饭，可大厨不是志玲哥吗？啊，我们又不是大厨，大厨去爬山了。怕到时候会很乱，怎么办？真的很紧张哎。然后我还一直跟他们讲说，我们真的要营业。菜长大了没啊？我也不知道。这个可以配早餐，上次你记得吗？我们那时候早餐应该也可以。不是龙螺啊，那个猪螺。猪螺，猪螺，猪螺，我们配早餐哦。可是这个晚上就要吃的，早餐给他吃一次。其实没有关系啊。啊，比如说有没有住的来吃东西？比如说我来，我不吃牛，不吃什么的那样。我不吃鱼，我觉得那个可以，我可以换，可以另外寄，就是比如说他来，如果是早餐的话，问他说你想要中式还是西式？哦，素食的啊，对，素食的。蔬菜面，对啊。哦，如果早餐的话，粥。丝瓜面，对，丝瓜面线。丝瓜面线，肉松就有肉。丝瓜面线，对啊。现在要去看日出，这是我第一天晚上看到月亮，但我不知道拍得到拍不到。舅舅，嗨嗨，我来了，我亮。早安。哇，你们都在外面，没有睡觉，熬夜啊。看月亮看得好清楚哦，早安，原被岛的居民们，是原被传说。从前，从前，在原被岛的山上有一段惊人的故事。天哪，漂亮！Oh my god！ 早安。我是原被岛第一个起床的，哇！我在这边当灯塔。天哪！哇！已经有人开始捕鱼了。希望你满载而归。外来种。蟾蜍，五点，哎，你怎么在路中间？5:15，日出。出了仪式感，就是需要一张椅子。
哇，真的太漂亮了！海景第一排，哇，这个拍起来太美了吧！我其实去很多地方，我都会蛮想要看看这边的，不管是月亮也好，不管是太阳也好，或者星星也好，就是每一个地方会有不一样的魔幻时刻。我觉得这也是好像我认识一个地方的过程。那我很喜欢现在这边的海边有一种特别的味道，是它没有声音。在每一个海边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，但是在这边，在原贝岛，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。我觉得这个安静让我觉得好像有一种宁静跟一种奇幻感，很像在梦境中的一种宁静。啊，希望可以看到日出，这边云看起来好厚。太厚了，都被那个挡住了。对，那一坨太厚了。啊！哈哈哈！我觉得刚刚最漂亮的时候就是那个光照到那个岛的时候，但就是。被那块太厚了，就把那挡住了。哇，很开心跟大家一起看夕阳。啊，日出！还有人会肚子饿吗？吃一下。看一下，坐着，再来。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肚子饿的人，如果我肚子很饿，然后我要扛机器，然后我要这边跑来跑去要拍，我就会觉得好饿哦。就是我就会很想要赶快下山。其实我很希望，就是大家也可以，我们大家一起可以真的好好安静一下，那好好享受，那好好享受的过程前提就是肚子不要饿。失败，回家吧，下一次会更好。我们名字取了在耍废岛，那可能这些的因素拼凑起来，就会让你真的越来越松，越来越耍废。这是我们大家的导览室，洋葱的。然后三天两夜这个大家的，资深排表是大家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当过厨师，我怕沾那个量。我们是否有卖咖啡？进来，陈设，然后。哇，耍废岛，对，上先加一个耍废岛的。可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哎。晚一点再煮饭哎。晚一点再试菜。美秀姐，你会跟我们一起去跟村长去导览吗？他已经逛，今天已经走了那么累了。速度很快耶，因为很赶，我们要赶船，我们速度很赶，超级赶。进去以后，啪啪啪啪啪，赶快拿，然后就啪啪啪。对，很多东西我们又不能迟到，真的。对呀、啊。
哦，五点船有点太赶，因为你们两点才出去就已经二十分钟了，所以就完全就一路赶，赶到不行了。没办法，因为他这边过去那边也没什么东西可以买。对，还要再进去一点会可以。导览要多久时间呢、啊？大概40分钟。哎，蛮久的。我想我可以跟你们去吗？可以啊。我需要、啊、需要做什么事吗？没有，就要走一走而已。就是、村长跟我们介绍而已。哦。哎、欸，村长来了。村长。村长。好。就麻烦你们了。好，那你先休息、啊。你不上去？因为我刚从那个本岛回来。回来休息一下。对对对。我去买菜回来，所以就先休息一下。这个去吗？好。啊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好啊，那我们也去啊。但我，你去导览啊。所以你们几个人要去啊？晚一点再煮饭呢、欸，晚一点再试菜。好，已经到了，5:30。对啊。对啊，你赶快去。好，美女先休息。那秋青哥他在玩羊。真的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刚刚把羊带回去了。然后他就留在陪羊，他说他怕羊会寂寞。他在唱歌给他听，秋青哥在想要唱什么歌给羊听。我留在相机耶，赞耶。我想说上去看一下。所以我心里想说，我们可以卡客人3天2夜的行程都讨论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讨论好第一天，然后就没下文了。我们都新手，我们第一组客人一定会乱到爆。这边为什么有一个女生呢、啊？对啊，那女生是是谁啊？为什么贴着、欸？你们为什么只注意女生、啊？你真的是没有？我说是要去救她，是我年轻的时候救，是要去救她，要保护她，保护她还是好想保护她。那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？澎湖歌灯拉姆奇相约6:30在第三鱼市场。厨神呐、啊！啊，厨神，澎湖的厨神呐、啊！哦，真的哦，会骂人那一个歌灯、啊，对，真的假的？第三鱼市场，他猪头啊！仅限3名成员，这是二号了，这是礼拜五的、啊，这是24号啊。哇塞，这等下把它当成 F1 就对了啦。Hello， 吃饭了哈。喂，哎，洋葱，哎，你在忙吗？你觉得？后面那种环山导览啊，我好像可以帮你导览一些什么东西的。这什么地方啊？这是那个鱼市场，我们要改卖生鱼片，因为很轻松哎。我很想啊。我到现在还没走过这个原则岛，我只有鸟语那边走过一轮而已。这边你可以，就是我们可以一起，就是我们知道哪里。少勋哥哥帮你弄个这个。运粮处2块哈，哎，我们到现在就也都还没有想说哦，客人进来要怎么介绍给他，比如说，各位羊妹妹们，听音乐喽，不可以凶哈，臭臭，来自哪里？是山巅还是云间？嗨嗨嗨！握在一起，都像大海有别于地。嗨嗨来！日日月月下山水滴，滋润大地，让爱再继续。明天就这样哦，哈，要乖哦，哈。动荡的真心，日日月月下山水滴，映成彩虹。吃饱了吗？因为我们明天就要开幕了，一定要有个 SOP。明天大概有13位，到我们营区里面的时候，就会有茶，把它煮起来，冰起来。客人来就倒，还有可以降火。风炉茶，风炉茶这是这边最有名的。我们的小木屋有房号吗？木屋1、木屋2，他们都3天2夜。我们每一间房间都打扫好了吗？
必须把所有的流程都做好，这样我们每个人都要来排值日生。春风可能就是要去跟他们收手或什么。带到后山的时间是大概是几点？可是我到现在还没去过后山。日落后山的话，可能就是秋兴哥跟我少勋可以带去，晚餐前带去喂养都 OK。对，我有一个既定的行程，就是每天的吃饱饭，我把羊牵出来，那没有去导览的人就可以。其实如果我们这样逛下来，如果带出来一三五或者是每天或者是什么时间带过来。给大家摸一摸。你排了什么行程？先放行李。哇，好棒的行程啊！带他们参观整个营区啊。我是比如，因为我先排好一个。我觉得这样会不会让洋葱变得更复杂？其实没有不复杂、啊，没有人可以想说我们现在还缺少。他们明天到不太可能去东海一日游，就是请小铁哥帮我们载。我们先不定谁去，但是我们每一个行程要几个人？對對對，一个去带就好了，这样比较热情。那我觉得带客人我去带好了。的事情很多，他负责的我就是杂项，弄那个工作哦，他应该会一个人没办法，那我就可以帮。等一下，咖啡，我为什么有这个东西啊？我是觉得咖啡不一定要给他们畅快的喝了，可能要付钱。他们会那么早起床吗？都姓李，我觉得他们是亲戚。喂，你好。里面就一个，上次我们。请问你是？李方威先生吗？是谢荣卫先生吗？你好，我们这边是原备露营区。我们是一点多的飞机。那 OK， 那我知道了。那祝你们这两天开心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请问是刘冠温小姐吗？请问一下，你明天是不是要过来那个原备这边？是。祝你这两天开心，记得上班不要迟到。好，你明天几点班机？所以他们应该是下不到，还帮他喷酒精。到时候见，拜拜。OK， 拜拜。拜拜。你是谁啊？不是啊，名字也不对，答错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叫什么？哦，那我再请问一下，你们是26号要来原备的那个客人吗？客人嘛，来我们的露营区。他是不是很喜欢去卖场？你想起来好可爱。哦。哦，你突然想起来你在全天然了是吧？哦，你是帮别人接电话？大概2点。好，那我们26号见，因为两天的晚上会不一样。这谁的 menu？ 这是我们的。这不应该是开菜单，因为我们不会让他们有选择。是真的要营业了，然后而且是跑不掉的感觉，我一直很紧张，我的责任感就重了一点。所以我是一个很害羞、很内向的人。那如果叫我面对客人说：“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然后要吃什么？”哇塞，我真的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。今天一定要做完，听说？对，明天要营业。不是听说了。谁？谁？看到秋兴叫志玲，看到志玲喊秋兴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更年期？哦，没有没有，好了，请说。你不要这样子，我们都一样年纪，干嘛呢？没有，我还没有更年，我还没有到。你帮我忙，因为我们那个什么都要搬过去，我们的那个餐厅。好，什么？哎西。洋葱加油哦！那个如果铁家族有什么问题，再跟我讲。这应该蛮简单的啦。哇，这个煮起来感觉有点复杂。不会不会，它好像是烤不起豆啊，这种哟。对，但是附了一堆零件，我不知道在干嘛的。我们那天电锅放在地上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不能放在地上，也可以放在我这个层架上面啊。就把电器所有的可以放的都放这边，哎，也不错。那你留个位置给我。好。你那个要放哪里？这里。放那边的。对，因为这边有电源。可是我们要过来一点，因为不要把我们的 logo 挡掉了。对。哎，租我这个上来。哎，很漂亮啊。哎，很刚好哎。哦，而且这个很有造型。很漂亮。很酷，然后它可不可以绑在我们这边进来的地方？
我还是觉得那个开玩笑的，把它写清楚好了，不要字分开那么远。不要分开那么远。对，免得人家真的会去拆了。我刚刚在想说，到底是因为我有油漆笔，有那种蜡笔是可以直接写上去。用粉笔写哈，可以不能说每天的是可以更换。对，你想换什么字就可以换。然后我刚刚的想法是这样，就是这两片木头，然后我刚中间已经钻洞了。然后我有这个棉绳，对，还有蛮漂亮的，对，可以把它绑起来，然后穿一个洞，然后就可以挂起来，就是在那个阳面那边挂的地方哈。我认为是在那个步道。我也觉得是，对，我也觉得是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地方要往那个阳的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让人家进去，对对对，不要走那边会比较好，危险。把那个牌子就放在两边这样子，刚好兔子的羊的这样子，对对对 ，OK 好。所以他们边看羊就可以看得到这个，好像今天必须要做完，这应该很快。戴着手套会，因为这个木头都刺刺的。会滑哎，奇怪，怎么会滑？会滑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的意思说，我这样第一下会滑。第一下其实先轻轻的给它磨着，就是好，先轻轻的转一下下，对对，好，哦，就这样，这样一开始其实慢慢的它就会先有一个小孔，因为如果它一开始是平面，你一开始压很大大力转的时候，它就很容易滑掉。哦。但如果先有一个小孔之后，等它再越来越深，其实再滑过去，它就比较不会跑掉位置。对。对，然后再慢慢，对，它就会是正的孔。对。很欣赏秋金哥，他会把一件事情做好，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不管是喂羊也好，管种这些菜园也好，就算收工了，他还是会记得去浇水，他还是会把这些东西弄好。你这些我讲小杂工好了，就是小东西啊或木工，你为什么那么会做？因为我高中的时候其实就是学木工，电机械，没有，就是学铸造。制造铸造是做那种金属的，像那种这种啊，就是它其实都是需要翻砂，然后要先做模具，然后再浇铸进去，它才会有这个出来。然后那时候就要做模具，所以就开始做木工。我又是念职校的，职校就是那种职业学校，所以就是我们会有工厂学很多东西。然后我自己在家里啊，我妈妈也是很爱做，很手做的。我妈妈以前是美工系的，所以家里很多东西坏掉啊，都会自己处理修。其实第一天碰到他就在码头的时候，就是一个帅哥啦。然后后来发现说，哦，他很会做木工啦。然后原来不是只有做木工，他很会做各式各样。然后我就跟他聊天，原来他跟他妈妈很喜欢这个东西坏了，然后拿自己修，所以他对这些修理啦、创意啊是很有概念的。然后就看我妈妈这样弄，就觉得就会很敏感，就是很有感觉，就是每次做事情，就是你会想到很快，就说哎，我可以怎么样？可以，就是想说，那如果我可以自己动手做，不用花钱，哎，其实自己这样改造做其实就好了，所以就慢慢就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弄。对啊，有为绍勋一些钻头的一些材料啊，适合哪里打哪一个墙壁啊，木头都跟他学习。对我来讲，这是一大进步，因为我在我的家，我很希望我自己去打洞，放一些架子啊，放吉他的已经有了，但是都是人家帮我弄，那我需要在别的地方再弄的时候，我就可以自己处理，很有成就感。我没有来鱼市场过耶，我也是，我其实很少，不知道怎么买。就是小卷，沙丁鱼啊，嗯，沙丁鱼，哇，一日干，你烤一烤就可以给他们吃了。那这个为什么都没有肉的感觉？照片有带吗？有啊，给人家看。对，这是不是有修图啊？肯定，肯定的，跟本人不一样。肯定的啊。对，还那个哪有皮肤这么好？哇，这个鱼感觉就很好吃。哇，这个。你比较近这个鹰哥，啊，好像这个，对，啊，因为我每次潜水的时候看到这种，我这个超好吃的，这很贵的，要去哪里找人呢？哇，
要买这个。哦，鳗鱼呢？哇，这个更不知道怎么做啊。嗯。看伴手礼呀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鱼啊？这我也不太了解，这是什么？大姐，什么鱼啊？炸弹鱼。炸弹鱼哦，啊这里。哎，安甘。安甘。它是哥登拉姆鳍吧？哎，很像哎，很像哎，很像，很像哎，很像很像。是吗？哎，不知道不知道。好像是，好像又好像是客人的感觉。对呀。哦，背个包包。对不对？哇塞，你看这个鱼。哇塞，这么大一个！这是什么鱼啊？海蛎鱼。海蛎鱼啊？也是海蛎。海蛎呢？我也不知道。哇塞，好大一个！对啊。那个就是玩兽。哎，对。对对对对对对，没错，没错。你明天就站在厨房，然后假装抽烟，然后就放空篮子，玩兽。哎，怎么没有菜啊？啊，玩兽了。玩兽，这是酒固吗？酒固呢？但是要晒干的啦。这要晒干的。对，还要，而且还要打，还要打，还要打。哦，酒固要打。对。这不处理好哎，这给你处理。处理好呀。处理好哎。不是啦，晒干的我们要晒干。晒干要晒干。晒。对。哦，我研究者。这啊，你要看我这个人无？伊欠我钱啊！看我，他们都保护得很好，马上说没看过啊！真的有血啊！他六点半在，六点半是晚上哎，哎，没有啦，早上了，早上。他说六点半，六点半之后才会看到这个人。现在几点？哎，是林哥吗？哎，对对。哎哎，我想问你一下哦，有这个人吗？你先给我买东西，我再。哎，我们没有带钱的，没有带钱，你来我让你记账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你知道了，那你再这样。好了好了，哎，陈通啊，对。啊，你们是来玩啊？啊，哪去找？找人啊，欠我钱。他欠你钱？他也欠我钱啊。我一起帮一样。真的吗？我今天专门来处理账。就是应该钻大一点点，但我就怕洞太大，然后跟这个线不合，就会变得不是很漂亮。线不就是太细了，这个线太细的意思。对，就是会变得孔大，可是绳子细，就不是那种刚刚好的感觉。没有那么漂亮。对，其实这样手做蛮好玩的。对啊，哇，这是我弄的呢。赞赞。好，我们这第一阶段也完成了。新哥有没有喝水啊？要帮你拿罐水来喝。我想先去拿我的照相机一下。嗯。就从这里拍蛮好看的，哦，今天海的颜色又不一样了。新哥，嗯，你以后会想要开摄影展吗？会呢。真的？对啊。那我们到时候有没有一起机会一起合作？可以一起。对啊，我们可以连那张。邱新哥，邵勋，嘿，有一个任务。啊？什么任务？请说。一个惊喜。惊喜。一个里程碑。什么里程碑？很重要的时刻，我们必须去码头一趟。一个里程碑，因为这必须要大家一起完成。我们现在马上，现在好，相机也派得上用场。里程碑啊，你知道里程碑吧？知道，必须要立一个里程碑。我想起来了，这我定的，多少钱？我不知道，五千多块。哦，五千多，对，十三这够，这边是十二个了，是啊，加一次就好了。走，哎，有广播哎，你们听一下。哎，那你们放锅放这里好像就很刚好哈。对呀、啊，就只能利用这个空间吧。对啊，然后，对啊，糖那些盐，对，那些你的冰桶，啊对，放下面对。对，冰桶放下面。可是你这样好拿吗？可以啊，因为我做很，我这样，这还可以啊，还可以。OK。哎，他叫你名字哎，必啊，真的啦，等下。他说有包裹在港口，对，然后他是说是你的包裹要去拿，那我要拿推车吗？
我要提包裹啊。好像，好像。啊？哦，活动中心啊。我因为啊，对这个，对我们可能要请人。我他们没接，我去推推车。啊！小宋，哎，东西嘞，东西嘞，然后嘞，要一起搬，要一起搬，对。有可能需要哦。对，这个有点太大了。哎，它不是一体成型吗？哦，这也是。哦，要。哎，我应该这个先搬上去。还是放这个要先拿下来。挂头还可以。对。做起来，做起来。好。那夹绑起来嘞。我蛮夹的哦。不会，没。哎，怕会滑下去。哎，我往这边放起来。好，我们绑着就不会往后滑了。这两个沙包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会掉吗？重的东西放前面吧。好，放后面。好，还是要让它两个平均。对，好了，放。来。哎呀，这里有撑住，没关系。哦，好。哎，大哥，可以帮我忙拿那个木板吗？你看啊，这个。你们是这里的人吗？哎呀，住在这边。对，他住在这边，啊，我来这边工作的。好。哎。那我们是要来这边做露营区。可以吗？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？招牌。等一下，我看到什么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要在码头上面立的。没有了。招牌一定是要立在码头啊，我们这边就有招牌啦。我们是要让游客下来，或是立在这边吧？
他们走到这边怎么可能会看不到这边？很多船从这边开过去啊，啊这边就可以看得到啊。哦，就定好了没？对啊，我们放在这边啊。这边他们就直接看到这边啦、啊。看到这边，他不一定会看到这个 logo 啊。我们不一定在这边，我们就在这边了、啊。要放码头了。好，那我去跟他们讲一下。等一下不要讲了，你就跟我一起去做嘛。我叫他们过来啊。我们两个就可以完成的啦。叫全部一起，因为这个是要订那个招牌，要大家一起完成啊。哦，对啊，好，我叫他们。洋葱很可爱，洋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 style， 不管是依赖我依赖谁，他是一个这样的，他找到安全感他就会附着上去。好、啊、招牌，什么招牌？我们的招牌啊，是要用在码头的。你订了一个招牌？对，一个惊喜。哦，要拿工具啊？什么意思？走吧。订了一个板子。广播洋葱吗？啊，我也忘记了，我也忘记那时候是我订的东西，这样害我在那边忙到一半，然后又不知道忙什么东西，然后突然跑过去，又跑回来拿了推车，又跑过去，又再跑回来，而且我又不是要放在这里，又是放在码头，又是跑了好几次。你们要去找他吗？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不知道，但那个包包不太像。第三六点半在，现在超过六点半。哥登拉姆，我们那边也没有去，那边要不要进去啊？要啊，去逛一下第三鱼市场的。第三鱼市场，第三鱼市场。他会不会是骗我们？他其实是这边收保护费的，应该不会啦。他应该在那边，他应该在那边逛。应该是这个吗？大姐你好，请问你是这个人吗？他比较漂亮了。我们在找，我们在找这个人啊。我啊？哦，你本人哦，真的是哎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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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是动力火车，我是动力机车，对对对。我们现在要去哪里？哎，我就先买个东西，因为我下午的时候要开店。哦，你要开店哦？对啊。我们要陪你去吗？你们没事吗？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应该是没事啊。对对对对，跟对师傅。真的哎，还猜对了，我们一直找哎，都找不到哈，找不到啊。还好没有认错。对，春风说说，哎、欸，很像哦，这个眼睛有点像哦。那个照片太美了啦。不会的，这么漂亮。这是有修图啊。肯定肯定的，跟本人不一样。肯定的啊。他那个哪有皮肤这么好？姐姐，你是开什么店？开西餐。西餐。然后，但是我学的是法餐，可是我想结合当地的一些渔获，然后把我学的东西，然后我自己是原住民，我是阿密斯。你原住民哦？对啊。哇，哪什么族啊？阿密斯。阿密斯，哇，很优秀呢。很优秀，你不是啊？优秀，优秀，赞赞赞。全部都是这里当地的小农，所以那个是他们都是自己种的。哦，你有吃澎湖的花生吗？哈，我没有吃过。真的吗？真，我没有吃过。超好吃，阿嬷，可以给我吃一下吗？不加，就看看啊。好，吃看看，超好吃，吃一下。花生看看。对。阿嬷在好吃嘞。好吃哦。黏嘞。哇，真的黏嘞。好吃哦。好吃。就好了。跟我给你捧场。买一包，无敢吃，无敢捧场，歹势。哈哈哈哈哈！超级棒，嘿，超级棒，好处捧场者。谢阿妈，感谢。好处，好处，好处，这个好处，出的好处，不出的不好处。哈哈哈哈哈！出的好处。
什么东西？螃蟹没有壳的螃蟹肉。哎呦，这很爽哎。看到这个鳗鱼干吗？这什么东西？鳗鱼。鳗鱼干啊。鳗鱼干。对啊。我们刚看的那个。啊，猪螺。猪螺吗？对对对。猪螺，猪螺。哎，我们那个猪螺加那个啊。豆腐啊，豆腐，你需要用到就买啊，你要用到吗？都一样啊，就用那个豆腐的。好啊，那就买啊，买买买啊，这个不到，应该一盒就一盒就够了，好，一百，皮蛋豆腐啊，对，对对对，对，他们现在会这样子吃，哦，好好吃哦，对啊，啊，跟着跟着你，跟着，好，我等我一下哈，好，姐，我要买薄荷两把，我阿妈这个都放在头上。真的、哦，真的啊，放在哦那个圈，对不对？他们说这个止头痛，因为老人家常常头痛啊，他就放在这里啊。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我没有骗你的。这个，哎，个好东西。你有看到这个吗？哎，你能炒好的米粉。白锅回去，就不用炒了。就不用炒了。啊，好。中午不要了，你啦，你还没吃早餐呢，没关系啊，还不饿。你们要不要吃？要吃早餐就我已经吃了，他没有吃，先不用。你们有想要吃面吗？先不用，你们直接减肥，不吃淀粉。你要吃什么吗？肚子饿，来吃面啦。没关系啊，先不用，还不饿，不用，先不用。我已经在减淀粉，算了。你可以喝汤啊。不要不要喝。厉害、啊！你的面，对不对？没关系啊，还不饿，先不用，还不饿，点点，真的，先不用。你当兵在哪里当的？我在那个空特部，在屏东，我是跳伞的。哦，是啊，我爸也是哎。真的？嗯。你爸是我的学长，跳伞，跳伞很好玩。恐怖哎，很恐怖好不好？一直跳伞，你知道吗？要跳伞之前，在下面等待那个飞机，大家都坐在地上，大家的表情都一样。本来是很活泼的人，大家都很安静坐在那里。可是你自己跳下去吗？还是人家会？他自己跳，自己跳下去。敢上去了，通常没有人会怀疑，就是跳下去了。他会有不敢上去的吗？对啊。这是公母鱼丸哎，我们要买这个，我们就要做这个汤啊。对啊，爸，我们刚刚有经过哎。那我们要买一下这个啊。要要要要，因为这个就是它的特色啊。而这么热的天气喝汤，我们不是说四菜一汤吗？一汤是汤是冷的，我们的也是对哦，对不对？我们不是说要还是要汤哦？对啊。全部都素的，全部都素的。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芋头，一份高丽菜。哇，哎呦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高丽菜。好，高丽菜。啊，这是什么？牛蒡。牛蒡不要，芋头。芋头。嗯，啊，很子丸。你帮我弄个几种啊？四种啊，随便。不是不是，中风你喜欢吃炸的？不是啊，这是素食哎。帮那个哥买啊！哦，秋心啊！哎呀，不然他这几天都没东西吃。哦，这是素的。对啊。好吃哎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地瓜。这给他，他喜欢。他喜欢吃地瓜，地瓜，地瓜。好，地瓜。是酱鹅啊，给他加菜。Hello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大哥你好，谢谢，大哥，大哥帮我搬过来了，哇，对，结果我们放上面，结果发现要搬去那边，这是给我们惊喜的礼物哎，走，我们过去要都要豆冰水，水豆冰姐，好，然后不要拉太高哦，这样可以，对，而且它是用废料做的吗？我请本岛对，
来钢板。我怕会掉下来。哦，那个手拿就可以。这个我可以。接下。小心脚哦。从本岛起源做的啦。哦，很酷哎。对啊，这个。对啊，谁做的？到本岛这边。那个阿木哦。阿木寿司哦。阿木跟那个阿公。哦，阿木阿公。啊，阿木是那个阿成哥的女婿啦。对。哎，大哥，你是这边的还是从本岛？大哥，那个是本岛来这边的哦，回来这边的年轻人，改天来玩玩看啊！哇，改天来玩玩看。所以你是马工人？不是，是白沙人。你白沙人，所以啊，就是希望年轻的学子哦，能够回来家乡。对，自行创业多好啊！啊，我们刚忘记拿手套了。啊，手套有戴到吗？没有，刚没有拿到手套。新哥，可以拿那种橡胶那种纸滑的那种？全部吗？对，纸滑的那种，橡胶的。哎，我看一下哪边，可能是哦，在前面。哦，小心点，好，走，再往前。啊，应该是放在这边了。可是因为码头哈，浮动码头在这边，有时候在那边哦，在前面那边，我就要就给它中间给它摆下去。杨少，走过来。等一下有一个要去大哥那边吗？等一下。好，我帮你撑住，大哥你快过来。走过来。OK。转，小心脚。转。好，放下。一。等一下，那边慢慢放。洋葱你那边先放，你可以先垫在。你的手。可以来。对。洋葱来。好，来戴手套一下，谢谢，比较安全。好，放好。是，邱星哥，感谢你。你看一下那个，那个这种的，对，这个大哥可能要先把沙包先放上来，对哦。好，要，你看一下，不对就换一下。等一下，他要放这个，不对就换一下来。好，等一下，那这个是做什么？哎，没有一对。好，你找一下，拿错了。这个要不要给你？我换一下。有一对吗？哎，没有，不是一对，换一下。一对，可以吗？哎，都不是一对。啊，都不是一对，我拿错。那你们忙。谢谢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这样，我看一下，下面有一个欢迎光临，就是这个东西，是置在桶子里面 ，OK。然后我们有一个直直的，这啊，还在那里边吧？那里有三个圆桶，油桶吗？对，哦，那应该是，刚刚拿过来，用这个去。我们去哪？我们去哪？那油桶很重哦。对，车子。我拿一个就很重了哦。两个去哪？哦，那可能要三个，因为太重。我们先撬开那个。因为刚刚我看它其实它是用螺丝锁的。对，我把它转开就可以了。好，但小心它旁边好像有铁钉。好。它有电吗？不知道，昨天新买的这个。Yes。1、2、3，等一下哦，小心哦，用转的。好，慢慢放哦。好。那就放上面。好，这放上面。对。另外一台。头。不同的头。换头。看一下。这其实是一样的头。这你们昨天买很烫呐。还好。很烫啊。十字的吗？十字的。你拿给我看，好，是不行吗？喂，后面撑，后面撑着，兄弟，最后面。对，谢谢。这个拉高，好，我这边可以扶着。好，那我们就两个。好，啊，没有，杨叔，你要到前面推啊。谢谢。都有那种奇怪的虫，这是海蟑螂吗？螳螂？不是吧？你看会怕到哎。对。它就是变成这样。缩了。对。哦，这好有力哦，这台真的。还不错。
哇酷，好。哦，字在里面。哇，这个切工好厉害哎。很厉害。是。哇。好，先看一下。没休息，小心脚。我们来，这个很重，你这重，先把它用倒的。就我们， okay, 我们是这样吗？那你们先走。不是，那我们要把这个搬走、啊。我们要不先把它组在一起啊？组在一起立起来，然后再转过去是吧？不用转的。好，现在先那个，这很重要，一起搬过去。好，用搬的比较好。哦，要粘，要把它锁起来。它只有两个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这边有洞，这边有洞。应该有三个吧？这边有洞。就我觉得大家一点一滴把一件事情做起来，我觉得哇，太感动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他手机的设计图。可是这样嘛？用现场废料做一个木箱装。装什么？装耍废岛。就这个吧，立起来，然后耍废岛用在这上面吧。耍废岛是在油桶上的。哇，很特别，就是它的那个木头是用那个站板再把它拼起来，然后铁桶也是，就铁桶好像是港口好像蛮会看到的东西。我是觉得是直接上去，只是把它粘起来。对，没有。少勋，嘿，这样能粘住吗？还是有别的方法？这个是刚拆下来的螺丝，对不对？对。那用那个螺丝嘞锁中间。啊，多人建制弄了一个惊喜给我们，而且是很有创意的招牌。哦，就有一种成就感，一个里程碑的感觉，就感觉哎，要开始喽，要认真的感觉。我跟你们介绍一下，这种螺丝啊，它叫角孔螺丝，就是它跟一般的螺丝不一样。哦，它顺便可以钻孔。它前面就是刀。对，这种水泥墙啊，就是水泥钉，它就可以直接。你说木头尖的这个没办法。比较没办法，因为它那个太尖，所以要用掉。这种角孔螺丝刀的就可以直接角孔。对。我觉得大概这样，我看到位置这样，就是差不多这里。我看，就是如果这是第一个字，然后第二个字，这可以移高一点没关系。我觉得不错，就这样。要废岛，要废岛，要发岛，要发岛，要发鸟。哎，是不要那么工整嘛，弄歪的还蛮好看。就这样玩，岛就正了。只有肺，只有肺是，哎，肺是躺着这样啊，对，这样有点设计感。这样好，这样好，就不错啊。肺是歪的这样，对，好好。从大家不相似，然后慢慢知道大家的擅长的地方是什么，我们就一起合力把那东西弄起来。那等一下怎么撑得起来？好，它先固定，先固定，先固定。哎，可以哈。会不会找到地板？可以。第一次使用电钻，从小到现在，我第一次这样。做一些木工类的东西，如果你把它弄坏了，又要重新找木头，所以是很重要，就是一次可能就要成功。你千万不要打下面的哦，不，流，我们先水流出来，我们就傻了，钻筒子就好了。好，那我需要两个人帮我先把它扶起来。你要对哪边？都可以。你要我对，我先对一下。看不到，我看到了。好。是。水啊，好，感觉很重啊，真的，继续，要继续，加油，蛮有成就感的吧，就又是在码头一上来可以看到的地方，就我们在这个地方留下了一个属于我们的记号，一二三。一二三，再左一点点。一二三 ，OK。这是真的，这是我们七个人的责任，一个我们这边的专属地标吧，就是大家一上岸就可以在那边拍照。好漂亮哦，很漂亮哎，而且很正。我们的耍废岛开张了。Yeah！哇，我们真的要开始了，我们真的有在做这个事情。那时候我才真正感受到，我们真的要做这个再生的工作。哇，很棒，我就觉得哇，这已经有个东西代表我们这里了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演练一下，就是主要有游客进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要告诉人家说，哎，
这边就是耍废岛，然后大家心想耍废是什么东西？这个时候我们的导览先生就要出来啦。导览先生，如果我是游客，你会跟我们介绍，哇，为什么有耍废岛？这是什么？你要怎么？就是我们这个岛呢，很适合大家来这里放松耍废，然后我们有个露营区，欢迎大家进去坐坐，然后喝个咖啡。没有没有，你错了，没有，你那太自私了，你要带一点幽默。每个人耍废的定义不一样，就是来耍废就对了。要怎么幽默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要想一下，就说，好，现在大家上了我们这岛，这岛叫做耍废岛，有没有人知道耍废岛什么意思？你要跟他们互动啊。有没有人知道耍废岛什么意思？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好，你们来了，今天我就告诉你们什么意思。来，好，那就进去了。好。哎，简单，然后又干净。对，好。哦，大家都懂了。对。太好了，我们就等着他们二位回来看到耍废岛。对，他们一回来就会看到了。对，他们一回来就会看到。对，我们都不要告诉他们。对，不要。欢迎我的餐厅。温馨呢。哇操！哇，好小间，可爱的餐厅。哇塞，吃饭很爽哎，真的感觉来好像来到法国了，赞呢。还有里面有啊，来哦。哇，哇塞，哎，怎么里面有人啊？哎，欢迎欢迎，今天有法国呢，这有法国，真的有法国的感觉呢，这有法国，那你们讲话一定要，法文讲话有吗？不用好不好？不用，法文的上菜呢 ？Bon appétit。B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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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ppétit。哎，味道好香，还是没比呀？啊？不是一个香味。木头，木头的味道是木头吗？其实我闻到的可能是老板娘的味道。这边本来是仓库，然后你所有看到的很多东西啊，像这个小锅子啊，什么，都是我去法国回来的时候带回来的。带回来的很多法国恐怖片都是在这种地方分解的。真的吗？我没有看过法国吗？分那个衣橱里面要小心，不要随便乱打开。还有一个，我一定要给你们看。哎呦，我很喜欢它。哇哇！我去那个法国的二手市场，它好像牛铃还是什么羊铃？对对对，你看它这个是骨头。法国恐怖片都是在这种地方分解的，你知道？法国的二手市场，八十几岁的阿嬷，他卖给我的。挂在脖子上。对，就那个公牛有没有？对，是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公牛。然后你看它这个是骨头。哎，真的，哇塞，应该不是人，那个动物的，动物的，对，好酷哦。店里面什么东西吗？你什么东西？这两排白色的东西。你说什么？冷气。好。哎，我们第一道啊，做的是达达。达达。对，你有听过那个牛肉达达吗？哦，有。生吃的嘛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在澎湖啊，我把它改成是海鲜的红干的达达，因为红干的肉质啊，它比较 Q， 对 ，Q 弹。红干沙西米好吃。对，红干达达哦，达达。学长，师傅要帮我记一下哦。好，我再记。红干达达，对。当我要去那里学这个法式料理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点害怕，因为法式料理好像比较很多步骤，我的印象是都不会吃太饱。
东西都少少的，然后就是很漂亮，然后很好吃。要加一点油哈。好，认真一点，加油。加他加什么东西？加油。哎，不是。盐、糖、盐糖还有什么？胡椒。胡椒。哎。跟柠檬。柠檬 ，OK。然后是三只手的量 ，OK。啊，生吃哦。等一下它会熟成。好，但是那个味道就对了。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呢，给它一点点时间，熟成的时间。它怎么会熟？因为它有柠檬。哦，真的啊。只有我这边才吃得到。对啊，应该是功夫菜。就是名字就叫红干打打嘛。不行不行，打打是他用，我们用红干打打打打打。红没有，我们就写红干，然后旁边是一个机枪，不是就画一个机枪就红干。哎，为什么是机枪啊？哦，因为是打打打打打打打。对对对对对。好，有创意了吧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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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好那个棚以前是战地，有像我们昨天去那个龙门那个，对对，都有机枪，很符合这边。取一个很屌的名字，澎湖渤海产桌，那是什么酱？来下一道，这感觉是超好吃。哎，这个你喜欢的？我喜欢这种鱼跟虾子，这是英哥。唯一最大问题你知道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卖这个我们文岛店的，因为这个很贵。下一道的材料很简单，就这样。好。你要用一下吗？没有。那你要洗个手吗？不要。你用一下，不然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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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去好了好了。来这个，好，从他的屁股这里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听到风声了，还是我听错了？说他脾气不太好哦，糟糕，我们这种初学的怎么都不会，等一下会不会一直被他骂？这能见度算高，这个怎么样？能见度？对呀。他说这个才四五米而已啊，深，对，这么浅，对，对，几乎快看到底了，你看，对啊。洋葱，哎，你要一边做一边那个哦，喝水，好，不然会中暑。没有，我们先把这些搬去那边做好了。哦，对对，树下刚好 ，OK， 我把酱先炒一炒，因为这样子比较安心。啊，酱。那个炸酱，炸酱，嗯，要炸酱面吗？对啊，这边真的是很棒，出来就直接是热水了。对啊，完全是热水，都天然的热水。你们有吃辣吗？应该只有春风不吃，春风少君跟春风不吃而已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小事。呜呼，哎呦，哇！那应该是他们做的、啊。哎，我们就等着他们二位回来看到耍废岛。对，他们一回来就会看到了。他们一回来就会看到了。我们都不要告诉他们。对，不要。有不一样。耍废岛，欢迎光临呐、啊。对，哇，这个帅。对啊。哇靠！帅，耍废岛，欢迎光临。等你来加一。你来加一。嗯。哇。小伙子有在做事嘛？对。他下面应该要写那个、啊。我们的团队的名字啊，对啊，他没写。哥，我们经历了这几个小时的洗礼，对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那种学成归国的游子？学成，你给我看那个影片之后，我一直想要笑。所以，身为一个那个我业务经理，我今天有准备一套那个你的厨师好要送你。好，然后我会帮你拍形象照，就像那种美国还是国外的大厨。可以。哎，等一下又有了，我现在听到这会紧张。谁？什么到码头？我只听到码头。哎，一定要强迫他们玩。真的、哦？嗨，我回来了。对啊。Hello。哎，刚刚广播是广播什么啊？少勋，我没听到你说什么。我没有听到呢，广播没有听到。那你们有什么要帮忙拿的吗？没有啊。你们就这样？啊？这样啊？就这样啊。谁？什么到码头？我只听到码头。哎，好像是我。是你吗？那你们有什么要帮忙拿的吗？没有啊。你们就这样？
啊？就这样啊？刚刚有广播叫我吗？有吗？我不知道。怎样？你车停那边，然后现在脱掉？没有啊，我刚刚怎么听到广播是叫我吗？我不知道。真的吗？没有哎、欸，也没听到。我没有听到，没有听到，还是你去问问看。没听到、欸，好远哎。对啊，还是就不要理他。就不要理他。如果有事，他会再广播一次。会再广播一次啊。所以你们刚刚来的时候都没有看到什么？没有，没有看到，真的没有。你有听到是有？他那个白痴在干嘛？他在吹吹风。那你们有买了什么吗？我们买了一些需要的材料。需要的材料。你有觉得哥焕然一新的吗？觉得今天特别清爽。哎，我跟你讲，那今天不得了，不得了，不得了。哇，洋葱酱看起来好可爱哦。快要有了，快要有了。我觉得这个很傻呢，这个应该这样就 OK 了，没有需要很多气吧。可是姐，他们回来了。回来了。对啊。对。我带什么？带了。什么都没带。带了诚心诚意，带了一个焕然一新的厨师回来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对。很厉害的吗？现在。广播的，广播的。我们今天应该会活在广播中。这里怎么可能会听不到？怎么可能会听得到？对，因为风向没有啊。什么什么什么厨师，这么厉害？我跟哥，你自己介绍一下你的法式名字。他说什么？又没了。啊，算了，有这个看起来就是要叫我推这个过去吧。我们决定做法国餐点。这么厉害？真的，很晚餐，而且真的是可以吃的，而且简单。可是简单。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季姐，我跟你报告。嗯。那因为我们晚上用的鱼跟虾很好，法式餐点很好。如果我们卖2000块包早餐跟晚餐的话，我们是美和的。啊，没有。美和的。可能我们要升高价钱。价钱一点点是。啊，不然就是。用那我们有想过一个方式，因为我们也不能欺骗民众，没错，选配的，是，比如说你来住好，没关系，你住2200、2600的房的那个，我让你选，没有，你就是晚餐只能吃泡面，啊，我们另外勾选加升级，对，升级的话可以帮你升级的，对，加1200，选配法式餐点。哦，这个啊，哦，这个一定要给你们玩一下，那个1分钟以内我请你喝喝酒，哦，这是游戏哦。一个球是什么球？然后放在环里面，然后放在这里。然后它不是很多洞吗？对。然后你要找路径，然后进去它的嘴巴里。哎，很酷哎。就不要到那个洞就对了。对，不行到那个洞。1分钟以内啊。好。看起来很简单啊。我要计时喽。1分钟太难了啦。哥，你这样很像复健的。我很害怕，有一点像。哎呦，哇，好，这个好玩，这个好玩。屌，左边。这个不可能1分钟，我觉得可能会1个小时哦。有可能1分钟。你一定是一个很小心翼翼的人哈。不是。好了，已经40秒了。哦，这个就没有什么问题。有啊，你有看到那个铁片吗？对。你看它那个两颗中间，它就是那个被卡住哎，对，那个圆的尺寸。哎，哦，我懂，还是要闪。啊，掉，这个会卡住啊。不会吧？他该不会叫他去扛瓦斯吧？哎呦，过去啊，过去啊，就是可能我们卖咖啡的时候，那我就在那里或空翻啦，或者是做瑜伽哦。所以老师教我们瑜伽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哦，拿我来教瑜伽。对，你上次好像做的也没有很好哦。严志玲，我们会不会过来的就有人白包白包啊？有花就不太对了啦。我们听不到你说什么了，美秀姐。哇，哇，太多了吧？这样压力会不会很大？会啊。哎，我把那个珊瑚带回来了。对，等下种珊瑚。这好像种菜一样。哎，你有没有看过珊瑚？很可爱哎。等像鸡脚、鸟脚，靠背。哈哈哈哈哈！天哥，怎么你没有想到呀？在八天，
那几天了？是我的软包贴吗？哎呦，累了。